像他这样子，他可不可以就说没有经过老师的开学或没有经过老师第一次带，他可不可以在家这样子开始闭谷呢？可以啊，辟谷有很多，你又不是常年辟谷，你不是几十天的辟谷的话，一天两天七天以内不需要老师太多，从网上辟谷的信息一大堆，你可以打开网站，很多讲辟谷的信息都可以了解这方面的常识，三天到七天我觉得根本就没老师也可以 OK。 嗯，凭凭你们的智慧，梅老师三天五天的短期辟谷，因为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性，因为我们的肠部，我们的身体就是休息一下嘛，清理一下肠道、脾胃，它还有水嘛，还要喝水嘛。要没水，说水也不喝，可能需要老师指导。那他还要喝水，还要喝水，偶然可能会吃点水果的话，一点危险没有。嗯，就是不吃饭嘛，就是几天没饭吃嘛，你又吃水果又喝水的，身体的营养是足够的，足够你消耗的三五天。嗯，像我现在这样子的这个身体这个毒素，我就想通过辟谷把它给排出来。嗯，这个有可能的，但是我感觉凭你现在力量够强。嗯，就是。反而有辟谷的话，身体会更虚，你会虚，抵抗力更强。嗯，我就怕反而适得其反对你。嗯，我刚才听他那个说，嗯，他就是情欲这一块是有个心结，他需要找到放下，重新找到自己的力量。这个与情欲这一块有关系。嗯，就是你这个毒脉毒会情欲如果有结，就是打不开的话，或者是什么，你会发得很快。嗯嗯，但这个没办法，你就没，那你还不到成道的时候，嗯，不圆满嘛，嗯嗯，也是自己的一个小磨难嘛，没关系的，嗯，我建议你用药物，讲了，嗯，就是借助外力，嗯嗯，靠，不是说我不相信你的功夫，不相信你努力，哎，只是说什么靠你现在的力量可能无法跟他靠，那如果你要不想让他靠，除非你不呼吸。因为他气脉顺着呼吸，他循环。除非你说我能可以不呼吸就生活，那就 OK。啊，就我气重脉轻了，你要有这个功夫，就靠自己就 OK 了。你气重脉轻，闭关去，保证没问题，你自己就搞定了。你要达不到气重脉轻的功夫的话，你就别折腾，没用的。嗯。嗯，前段时间闭了一次谷嘛，闭了七天，我还想说闭十一天。嗯，他闭了下来，好像就这个舌头就白了一些，就没有那么黑的。对，但是你一吃开饭，情欲一动，迅速的、迅猛的又开始。它这辟谷，它可以清理肠胃一些脂肪啊、里脊的，哎，就是那油脂啊，或者清理一下肠，清洗一下我们的食道啊、肠部啊，很多对免疫力性病会有帮助，哎，对免疫力性，还有它会，嗯，如果那个时候修定的话，在辟谷状态修定，那更容易定下来，嗯，就是它配合休息还是好，但是不是说是我辟谷就是万能的，什么都可以吃，什么都不是那样的。嗯，有的人就他这个时候身体虚的时候，他是辟谷反而是适得其反。其实最重要的，我觉得不管你辟谷也罢，是闭关，不管任何时候，首先是心态，你要能清心寡欲，你要能心很定，没问题。不管你身体虚弱还是，但是很多人是心里带着事情进关房的，带着事情辟谷的，心里边很纠结、很烦的时候，或者情欲乱动的时候进，就很容易出危险。很容易身体会在那个过程中，就是它在抗衡嘛。嗯，如果已经吃了差不多十年的素哈，嗯，就没吃动物的肉啊之类的，嗯，大米不吃的话，这样子可能相对来讲身体比较清净一些。不一定，因人而异的。嗯，因为毒素不一定只来自于食物，来自于我们的心态的染污，心贪贪嗔痴慢疑执着，来自于这些。嗯。嗯，我们这种如果参加闭关的话，三天还是七天比较合适呢？时间上呢是可以，就说，如果身体没有问题，就说没有心脏病，没有其他的很严重的病的话，我建议七天是最好的，七为一个变数，有一些效果在七天以后，会好一点。那一般是，我听到有白关。如果是体验，说我怕我体验一下，我也没那么三天。
三天为最低。那你要想收获有一点收获的话，七天了。一般是白光还是黑光比较好？因为不太了解，我也是。没有什么，他配合修行的话，他分很多，官方就分很多种的嘛。他都是修行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设立的。那最普通的就是白光跟黑光，黑光是不借光，让你破时间跟空间，就是因为我们时间观念太强了。如果从早到晚不借光，你是不知道几点几点几点，就对时间，它是为了修定，也是为了你修行一个方面。那白光呢，其实是对大部分人来讲，如果不是说修法门，我真的需要在那官方里边一天做个18个小时的话，大部分人其实是想逃避开红尘工作或者短期的出家行为了，短期的逃在深山，逃在那个官方里，把自己关起来好，我还是美其名闭关的，有人给送一顿餐饭，在里边，哎呀。对着天对着房顶想想问题了，很多人甚至闭关是写东西，有些人我在官方里写东西啊，看书啊，有的人在官方我把所有的经典看完了，哎，他很跟不一样的。但是真正的闭关是在里边修正的，就是说可能有十几个小时，他抛去一切打扰，在外边打扰太多嘛。嗯，而且官方一般有时候选择，其实白官是选择是有方，比如说台地要选择，哎，正常最好的官方他都在选择在山里边半山啊，就是这个坡度啊什么都是有要求的，那对人的这个视角啊出来，他还有要独立的院子出来，你还要走动啊什么都是有要求，就这个对人的修行它是有帮助的。另外还有一些官法会借在坟地啊，就破除你的恐惧心啊，还有借在水上海上船上啊，水关啊，那个就是有些人会需要的，就身体啊，他就适合在水里边，有些人就是适合去雪山，就很多官方的。现在我们有这个机缘哈，知道这里有官方的话，就是我们怎么去选择，或者说老师会不会根据我们的情况，就通过这种了解哈，沟通，或者说说话的这个情境。给他一个安排，对对，他有个普遍性的，就是说比如这儿的，假如说我在做白观，那你是在和普遍性的，就是说大家都可能会接受的，都有利益的，这个包括官房的设计啊，里边的放什么东西啊，布场啊，都是对大部分人有利的。而且时间上其实你们不同的就是你闭多久，不同的你选择在里边待多久，那黑观白观基本上是就是常见的，就是说每个人都进去都会受益的，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进去，减肥也罢，企业也罢，不管任何，你进去了，那我的场设计的是那可能就是让你成佛的，或者是修行配合修行用的。那你说我就不是老人，我就想你进去减肥，那也没问题，你进去吧，说是你进去体验一下嘛，是吧，也可以的，因为不吃东西啊，或者是那整个理论的讲就是配合修正的。就只是就像普通的那种念下佛号或者心咒这样子哈，然后又想看点书，或者说只是想这样一种情况的话，不会先白光然后再黑光。没问题，因为都时间很短，因为比如说黑光可能也就6-7天，白光可能也会很短，哎，时间短的话都不成问题。你说我先进白光就先进，有的人说哎我先体验黑光，那没问题，这个其实都无所谓，都一样。有的人只是恐惧黑暗而已，是觉得黑，一听说这个黑就好像很怕似的，其实不会怕的，因为里面集体闭关十几个人嘛，但每人有一个房子嘛，每人有不会怕的，你知道旁边人就不会害怕，心中有光嘛，心中有太阳嘛，怕什么呢？不会怕，他就是一个懵懵懂懂，什么都不懂，然后就听到老师的一句话，觉得非常感受，就非常脱身，他就进去官房了。进了官房之后，他出来他就就有一些感受。始终还是芥蒂的，要去了解佛在说什么，佛你成佛，你到底什么样算成佛？就是说你在往哪去，你方向在哪里，目标在哪里？就是说始终是芥蒂上的圆满。官方也是手段，不是目的啊，不是你最终奔的目的啊，不是我们只要成佛都得跑到官方里去，人家在红尘里边也照样成就啊，是吧？但是那是个方，就是说方便，就是说帮助你，就是有时候红尘里边打扰实在太多了，你诱惑也太多，你抵抗不住，那真的是逃了，那等于是逃避红尘的，但短期的逃避是可以的嘛，是吧？第14天其实有时候也不见得说就能解决什么问题，是吧？
只是说能全天一个人待着，可能那个能去修正上没有干扰而已，嗯，就看不见的干，就说他眼不见为净，看不见了，其实，还有境界嘛，那其实主要是心能不能定下来，有的坐在官房乱想啊。他现在经常听人家说不思不议，达到不可思议哈，这然后呢，现在就开始这个脑袋就空空，不想事情。不想事情，我看他什么都忘了。嗯，是的，刚开始是要从止跟止开始的，就是，但是止的目的是最后证入空性生妙有，不是。他在中间一段时间，当我们因为我们散乱惯了，慢慢他就专注在一点上，然后要止修止嘛，止观嘛，修止然后修定，在这个过程里，人会比较不动，就是修觉，等于是觉而不动，他什么都不动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是个死海，他是你是感觉这个人就像个木偶一样，他是不动的，他什么样好像不想了，他也不管，但是不是一大脑一片空白，那个是出片空的，但是他的脑子是止于一件事，比如说他喝茶的时候，他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他可以全身性的喝茶，他吃这个的时候，他全身性的吃这个，他什么都是全然的，做任何一件事都全然做。但是不是这个就对了，这就是那不对，他没修对嘛，是吧？这个才是指这个，但是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，这个人他对好像就觉得这个人变了，他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死水嘛，不动了嘛，他是止跟定的不动，但是不动到最后，他要不断的学习佛的戒定，慢慢证入空性，但一旦证入空真空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生妙有了，这个时候又回到红尘，无所不能，啊，神通具足无所不能，他可以做一切事了。就是说无为而无不为，就是那在止跟定这一块是无为的，就是真的做不了事，那种无为是真的啥也做不了，但过了这个阶段就是无不为，就进入了，但中间是一个过程，但如果修偏了，那是偏空了，那是两码事，你如果觉得它有问题，肯定是有问题了，可能很多人就是有问题修的，就是如果你就是就像老师说的，就是你全然的去专注一件事情，活在当下哈，是啊，这个就是一种止，但是他那个纯粹就是一种空白，然后什么都不清楚不想，心不通。他你觉得他悟了是没有？如果他没悟的话，吃喝拉撒他都行吧，还有其他的，他没悟的话，就要他不想吧，我们也本身想得多。是吧，你觉得他误事了，真的是不行了，那真的是有问题了，你发现他该做的一件没落，那就让他那样吧，管了，就是觉得他该做的事他做了就行了，其他的都不管，他只是没太多情趣了，慢慢的就变成那样子，但是他有习气欲望的，遇到诱惑遇到牵引他还会动的，你如果他真那样还好了呢，就是他只是不在乎的他不动了而已，就是、然后最重要是现在满口的这个佛动不动就给你抛一个空性啊，抛一个什么，是啊，你就不要着想，完了他刨呗，你不接就行了。现在就是从他的鉴定上来说，就读这个就是《念法莲花经》《法华经》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可以啊，《法华经》，但是让他读读《楞严》吧，他很厉害，他一旦这个事情他去做，哪怕就是今天晚上3点钟他回去，他也要把他这些事情做，他就对他坚持的好，一读他就读了一年，不像我今天回去了哈，12点钟该睡觉，好像11点到12点必须要睡觉，这个就把这个事情落下了。他更渴望成道，是他太渴望了，楞严经、金刚经，我建议他往下读，读完楞严，读完金刚，再翻回再读妙法莲华经又不一样。法华经到最后你还会翻回来再学的，法华经一开始看不懂。哦，他好像听完了也不懂。他好像觉得好像很简单，是那讲的我也会讲。你10年以后再看法华，20年以后再看，30年以后再看，差很多。